这里面我们讲一下 Extra 页面标题的制作。那什么叫页面标题？就是我们现在页面上看到这边，它会有一个位置，然后可以写就是这个页面叫什么。那这个是 Ocean WP 的做法。那它在页面标题这边还会有就是面包屑。好，然后我们在 Extra 的时候搬过来之后，它是没有页面标题的，而且它在免费版也没有提供页面标题的制作。那你可以是透过页面编辑器，像我们以前也是都用 Divi 去做页面标题，但是付费版的 Extra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，所以我说明一下。好，那在 Extra 的外观底下这个 option， 如果我们装了 Extra Pro 这个付费的外挂之后呢，你就会多这一区嘛。那在这边有一个叫 Page Header， 那我们就把它启用。启用之后，这边就会多一个选项哦。那我们点开之后，你这边就会好像新增文章这样子，它就可以做新增这个页面标题。好，那我们做了一个范例啊，那这个范例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就是它有哪些选项啊？比方说它的 layout 会是什么啊？那你可以是至中或左边右边，或不要有这个黑的，那就干脆不要用算了。好，那要不要显示面包屑？然后你的文字颜色是什么？我现在选的应该是白色吧？对，白色。然后这个面包屑的文字颜色，那如果它是连结的话，它会是这个文字的颜色，然后 hover 过去这个连结的颜色等等的哦。然后这个大小就是背景的大小，它可以让你调全荧幕或者是自定的，那你可以针对上边上内句跟下内句来做调整。我们看一下。好，那就先把这个讲完。那背景色、啊、然后你背景也可以拿来当，也可以用图片、啊、所以背景黑体字下面这个都跟这个背景有关。那这个是那个 parallax， 就是后面在前后会分开动的一个效果。好，然后他说这个图片你可以用特色图片，所以如果像这个是有打勾，所以你这篇文章或这个页面如果有设定精选图片的话，那个精选图片会拿来当背景，页面标题背景。好，然后它可以跟你的 side header， 就是这个部分叫 side header， 整合在一起哦。好，那这个可能要再尝试看看它到底怎么样子的整合。我们先讲怎么做上去就好了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类似以前我们在小工具有一个 widget option， 就是我这个小工具它会条件式的去判断什么时候该出现。那这边一样我们有这个部分，不过这边我们先不设定。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没有设定，我并没有指定我要出现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在页面里面做设定。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我们这个页面的右下角会出现一个 page header， 这也是我们有启用这个功能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选到我刚刚做的这一个叫一般页面标题，然后把它更新。好，更新完我再到这个页面来，哦，那就可以，它就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刚刚的设定。我让它是至中，不是一边在左，一边在右。好，那我要显示面包屑，所以它是有的。然后我们没有做太多设定，这个五也不知道它的单位是什么，并没有特别写，因为我们真的有需要的话，都可以自己再设定，所以这个就设定上去了。那如果我换到服务项目， 它就不会有，因为我只有在这个页面里面选到这一个页面标题而已。
如果希望说好，我就所有文章或所有页面我都要出现，那你就可以设定这个 display rule。比方说啊，显示在哪里？下面这个是用户角色，谁才能够看得到？那这个应该比较不会用到，我觉得啊，目前没有想到什么情况之下要出现页面标题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区块，只有会员才可以看到，比方说 A 角色的会员，那一种等级的会员，他看到的是这个名称或这个内容啊，那其实他也不能填一些制定的内容上去啊，顶多也只能出现标题或面包屑，我觉得意义不大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在哪里显示啊？我可以选择，比方说所有页面都显示。好，那我把它更新一下。那我们再回到这个，刚刚我们按服务项目是没有页面标题的啊，我们重整一下，它就出现了。但我有没有在页面标题？我有没有在服务项目这一个页面里面去指定页面标题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所以它是依据这里的出现的条件来判断，所以它就出现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extra 页面标题，就是 page header 的用法。